别朝大啊，来一个你再来一个中国籍。行了，我回去了，我看我就我记录一下，好吧？那得展会。这是极物奔腾，这是李光的不是？这是六百，大米六百的，这大米六百属于什么奔腾？还有三个吧，还有三个，哦，赖普生呢，明白明白，赖普生就是打中的，哦，你一个都拿到了。